近来卷入风之婚变的陈冠希接连扯出桃色绯闻，再次成为焦点。虽然他百般无奈，但工作依旧进行，甚至特别透过新 MV Salute 向否定他的人质疑。在这首歌呢，要多谢晒其实这么多年来支持我的人啦，我身边爱的人啦，还有 一班其实比较不开心的 feeling 我，因为其实他们给我很多力量去做好我自己，因为很多人说我做不到，我就一点做给他们看，所以我都要敬礼他们咯。注意到了吗？画面上竟然还有咱们家一级娱乐主持人黄子佼，只不过娇娇是支持他的朋友还是落井下石的敌手，还得请他自己本尊说分明。一电视王慧伦整理报道。